我们可能大家都认同它非常有意义，可是就是看起来节目比较没有那么有趣。所以我们当我们要把电视台转到公共电视那个频道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给自己深呼吸的心理准备。苦闷的时候看公式，看到这部影片，我觉得我是比较负面的答案。这频道有它自己的调性，所以不符合这形象，即使有公共性，哎，都不是公共电视台会有的。某种程度也窄化了公共电视它本身的一个格局。This is where we need to take more braver steps, I would say, and tell stories there differently too. 如果公共电视创造一些平台跟机制的可能性，让其他 YouTube 人想做公共性的东西，哎，我们来支持你，我觉得彼此串接的可能性才会比较大。这是观众想看的东西，所有他们想要的戏剧元素已经都包含在这出短剧里面了。公式也做得到吗？至少我做不到。